延禧攻略，争奇斗艳的美人，秦岚蛇狮漫无几言争艳，最美竟是她清宫剧延禧攻略。开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以为魏璎珞为主线的宫斗戏，演绎出每个妃子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也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妃嫔个个美貌无双，气质出众。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四位争奇斗艳的美人，秦岚蛇狮漫无几言争艳，最美竟是她。张嘉倪在《延禧攻略》中饰演顺嫔，长相清丽脱俗，温婉可人，是一位具有异域风情女子，也是最美的存在。当时嘉宾去世后，四阿哥在佘诗曼扮演的贤妃处寄养，嘉嫔的家族很快送来一个女儿，即张嘉倪扮演的顺嫔，也就是香妃的原型。进宫后备受乾隆的宠爱，却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，最后受到太后娘娘的责罚。秦岚是端庄贤淑的富察皇后，历史原型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，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。她一生敬重和深爱着自己的丈夫，如此贤惠的皇后备受乾隆皇帝尊敬，但不幸的是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先后夭折，这对富察氏悲伤不已。公元1748年，乾隆为了富察氏带他南巡散心，不料在途中去世。这位贤惠的皇后年仅37岁，孝仪皇后魏佳氏就是大家熟知的令妃，嘉庆帝的生母，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里的女主魏璎珞，吴谨言婶的历史原型。据历史记载，魏佳氏出生低微，父亲是包衣管领青台，由正黄旗汉军抬旗入镶黄旗满洲，他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宫女位置皇贵妃，费尽心机一心想要飞上枝头，为乾隆生下四子二女，儿子新觉罗永琏，也就是后来嘉庆皇帝。在《延禧攻略》里，佘诗曼扮演的贤妃刚开始是与世无争的，深明大义的她一心一意爱着乾隆，做事只求问心无愧，却在后宫的斗争中慢慢黑化。贤妃的历史原型是清朝历史上最悲情的皇后乌拉那拉氏，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册福晋，乾隆二年封贤妃，她一步一步登上皇后之位，一生爱恨分明，因爱生恨而与乾隆反目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